知不知道，很多病菌呢，好像什么艾滋病啊、伊波拉啊，都是从森林那里传出来的。不是从森林，是从住在森林那里的动物。那也差不多了哈。人们常说呢，欺山莫欺水，其实我觉得山水也不应该欺。你以为山水是稻谷啊？你又在乱说什么？对，好像说的有点太远了。不是一点啊，是很远啊。OK， 其实我说来说去呢，都是想谈谈我们昨天说的话题。你说去什么末世圣案那种地方去探险，不太适合你啊，你放弃吧，很危险的。你有多高？五尺十寸。成年了吗？早就成年了。这么高大又不是小孩子，真不明白你胆子这么小，真没用啊。喂，你听着，我不是没用啊，我只不过担心你啊，小姐。我好像没说过我怕。对啊，我就是担心你不会怕。那总之呢，我是不会怕，而且我决定了是不会改的。如果你这么关心我又担心我，我一起去啊。啊别装听不见啊，车来了，上车。你叫，那我也叫。刚才我做了个噩梦。做什么噩梦？我刚才梦见在树林里被人追啊。对不对？我都说了，这是凶兆啊，是凶兆啊。凶你的头啊！肯定是你老在我面前吓唬我，让我做噩梦的。我打我是吧？你这也赖我？是不是不行啊？话不能这么说啊，对吧？不过真的在梦里边有人追你的话，那他长得什么样子？我也看不清楚，不过呢好像是个女的。女的？是啊。喂，会不会是山村女妖啊？说不定这个可能啊。这样吧，你能不能形容一下她的外形？短头发，戴眼镜，扁鼻子，小眼睛，就这样。短头发，戴眼镜，这么像我？就说你呀，女妖，整天在这乱说话，就让你给气死了。喂，我不是顺口开河乱说的，我是经过精密的推测和预算才说的，是真的。好了，你在这儿慢慢的推测吧，我先走了。哎、啊，拜拜。喂，你别走嘛，等等，哎呀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随你的便，但是不要婆婆妈妈的说一些废话来烦我。哎，左儿，不如我们试试客观的分析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你应不应该去冒险这个问题。哎呀，你这句话都已经不客观了。什么叫冒险啊？有什么想要冒啊？就当是旅行玩玩吗？玩玩？你怎么不明白啊？小姐，那是个荒岛啊，坐船到大屿山之后还要坐半个小时的小船才能到啊，
很可能连手机都收不到。别说没有鬼啊，邪教啊，外星人啊，史比宝啊，这些如果遇到色魔贼啊，都够你受的了。万一被人劫财劫色，那就完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就算是劫财劫色也不关你的事啊，这是我的事啊。喂，你说什么呀？怎么不关我的事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喜欢你。我神经病，你喜欢我？你神经病啊！你听我说啊，我那种喜欢呢，就不是那种喜欢了。别再说了，我那种喜欢是……闭嘴啊！别再说了，神经病。喜欢你也不行啊。不是餐厅啊，叫外卖打错电话了，小心食物中毒。对不对，以为你没事啊，找什么事？我知道要谈去冒险的事吗？但是我今天很累呀，不如明天再说好吗？好了，拜拜。又怎么样啊？是我。什么事啊？今天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什么不好意思啊？我是说，我今天不应该那么说话。什么？那你今天是乱说的？不是，我是说真的。那你又说你乱说？我怕你不喜欢，所以就……我没说不喜欢。那就是喜欢了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有空，有空，什么事？不如你明天到我家来，我哥哥明天不在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妈咪，你今天受了什么刺激啊？为什么打扮得这么帅啊？今天晚上去喝喜酒啊？你别吓唬妈啊，是不是发烧了儿子？我走了，妈咪，拜拜。
爱得比你深，痛得比你深，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？干什么啊？我以为你会被我的歌声打动呢，你为什么感受不到啊？哦，哎，白痴和情痴只是一线之差。哈哈，我很明显是想逗大家开心呢，哈哈，是吧？那就这么决定了啊。阿细呢，负责带吃的东西，我呢，就负责带水，左儿呢，就负责带账目。小龙你呢就负责带摄影机，负责拍摄。我有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问吧。为什么要带摄影机？你知道吗，我们这次啊可能会有惊天大发现，到时候我们也把片段卖给电视台就发财了。说的对呀，赚点钱也不错啊。只不过我好像没有答应要去这么危险的地方啊。哎，邪魔外道这种事不能开玩笑的。那算了吧，如果你不想保护我，我就叫色魔红啊、咸柿饼啊他们带我去。啊，我去。哎，正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。啊，我是吧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分头行事啊。 OK。 Sorry 啊，我叫啊你啊，劝他不要去，你反而被他拖下水一起去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不想啊，你也知道他的嘴巴有多快了，我真的说不过他呀，我也没办法嘛。那怎么办啊？一定要去啊，是不是啊？不用怕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办法，只不过为了保险，我可以带十字架啊、圣经啊、蒜头啊，这些就不会有问题了。这也好，我还是向郑师傅拿一些符比较安全啊。拿些符？不过拿符是这个中西合璧，怕不怕的？嘿，别想这么多了，这种东西啊，当然是越多越好，你说对不对啊？那倒是。哎，别说了，快点回去收拾东西吧。啊，快走吧。走。哎，就走吧。我明天呢去露营，这两天呢你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。我已经买了柠檬茶在雪柜里面，你自己拿来喝。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，我都说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，就没有把我当是大哥是吧？干什么呀，人家只不过去露营呢，也不是惯坏事。你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去露营，我怎么能信你呢？信我了，我真的去露营呢，真的没有骗你啊。你不是说别老上网吗？可以玩一些户外活动喽。你别的不行，就是嘴巴厉害。大哥，你是不是生我气呀？哥，你别生气了。总之你自己小心点，有什么事我不知道怎么向爸妈交代。来探险的。哎，什么天气都一样。哼，不过你真聪明啊，找了个贴身的保镖。贴身保镖书童还差不多。好重啊。你是不是想累死我？怎么这么久啊？买两包喝的这么久啊？对不起啊，
人多嘛。你不会去别的地方买吗？东西呢？哎呀，给了钱忘了拿了。咦，不，对不起啊，我也不想呢。你们别吵了啊。喂，阿西这么久还没有来啊？是啊，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？要催他才行，要不然啊，太阳下山还没来。哎呀，喂，阿西啊，喂，你在哪啊？我们全到了，就等你了。喂，不会吧？喂，喂，不是吧？怎么了？听说啊，他食物中毒，现在进了医院呢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他不来了。哦吼，哈哈，好喽，三缺一缺不了喽。你真傻，不是打麻将三缺一，一样能去的。但是三个人呢，怎么说也好像没那么好玩，没那么过瘾，没那么精彩，没那么有趣吧？是不是啊，杰瑞？说的对。那就是吗？所以还是别去了。但是如果准备好了又说不去，那不是更无聊了？对，既然这么说呢，我们就应该去了。走。那真是女人心海底针，男人一定有损失啊。很像什么？像我梦中的末世圣案啊。你看这周围啊都是森林，多有邪恶神秘的气氛啊。我不觉得，我只觉得冷。冷？又说冷又说热的，真麻烦。我真的冷啊，小姐。冷是人生体温的反应嘛。这也不行，哎不，我看看现在几度了。不会这么邪吧？啊，被我说中了，真的收不到电话。不会吧？你的电话不灵吧？那给你看看。我没带啊。我也没带啊。你们怎么不带电话？我是叫陈瑞不要带呀，你有吗？用你的那部就行了。好了，现在大家都没电话用了，如果有什么事那怎么办呢？你别乱说啊，你自己吓自己好了，别吓我们啊。喂，不说就行了嘛，要面对现实啊。我是说有可能性了，提醒大家一下嘛。那你说完了没有啊？说完了。说完了，来，我们走。哦，是这样。小龙啊，你是不是带了一部摄像机啊？是啊。那出来拍一拍周围的环境吧。哦。喂，这条路对不对啊？其实说跟着地图走一定对的，我们就跟着他走了，跟着他走。对呀，跟着地图走没错。喂，切瑞啊，你老实告诉我们，你到底认不认识路啊？你闭嘴了，真麻烦。天瑞，到底我们有没有走错路？没有啊，地图说找到大斜坡就找到入口了。那现在这入口在哪儿啊？喂，那边有个傻瓜在看报纸呢，不如去问问他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早上好。早。难得在这种地方见到年轻人，你们来露营的。不是大哥，我们呢是来找末世圣案的，请问你知道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那这个人一听我们说末世圣案就马上走了，真是邪门啊，太阳很猛的，还会出这种事。那就晒会儿吧。先生，嗯，请问你末世圣案怎么去啊？啊，从这儿一直走，但是啊，那很斜的。然后呢？再一直走5分钟，转左就到了。
啊，很多人说呢，那是有进无出啊。走完五分钟之后呢？那跟着你就会看到一个斜坡，走到了尽头就是了。但是啊，我劝你啊，还是不要去了。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来，我们走。嗯。喂，那个老人家叫我们不要去了，我们不听他的呀、啊。那不听老人家，那吃亏在眼前嘛。他也算是老人家啊，你神经病。不够老、啊。走吧，老。这确挺老啊。还算老。搜集出的价钱高呢，还是开针点给的价钱高呢？嘿，我说两个台一定是大撒金钱抢着要啊，到时候我们就发财喽！哎，对，超越你说呢？你变得可真快啊！当初呢，我是为了赚钱，你是为了好奇，你现在啊比我还紧张。切，那你说的有道理吗？赚钱呢也不是罪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哈哈，你总有你的道理啊。那是时间给你上一课中文了，理由和借口呢是两样东西，你明白了吗，同学？哎，真受不了你啊！哼，我说你真的不会欣赏啊，这叫做商业头脑。祖儿他够聪明的。啊，你追女孩子真有一套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嫉妒他。哎呀，省点吧你。我这个人呢是很专一的，不会三心两意，所以呢你就没有希望了。那还说？哎，别打了！哎呦喂！我救命！我别打了！哎，行了！哎，订告牌啊？是啊，怎么办呢？那很简单呢，人家已经说明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人家既然这么有诚意，我们没理由不听人家的话嘛，走吧。你疯了？是了，我们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就被这个破东西吓走啊，不行啊、走吧。哎，走就走嘛，用不着这么凶啊，老是这样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老用树叶遮着啊？因为下雨。你有所不知，专家说呢，太阳晒皮肤呢就会很容易敏感，敏感呢就会有雀斑，有雀斑呢那就不漂亮了，你不漂亮就不行了。我发现你呀、见火怕着火，见着水呀怕被水淹啊。喂，有危机感呢是好的，专家说呢，通常危机感重的人呢在突发灾难的时候呢都会比较容易脱身的，所以那专家有没有说过像你这么胆小的人很容易长胆石的？没有啊，只不过去胆小鬼。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做记号。你小的时候没参加过童军吗？那怎么样？就算我们迷了路啊，也可以凭着记号找到出路啊。哦，明白。嗯，那、你都挺聪明的啊，会未雨绸缪。当然了，像你那样杞人忧天，不像个男人。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春天还没有黑，我们快点走吧。快点吧。我不是乱叫啊，你看见了？我也没做坏事，又没有害过人，走吧。我就不相信你一件坏事没有做过。
今天是2000年1月30号，我们三个人的探险队已经在岛上走了半天了。不过虽然走了一个下午，但是还没有找到末世圣岸这个地方。究竟我们是目标在望，还是中了别人的圈套？各位观众，请你们继续收看。喂，你神经病啊？求求你啊，不要再像个傻瓜似的，左儿怎么会喜欢你呢？我是傻瓜？是你叫我带摄录机来拍摄的，然后卖给电视台吗？是，但我叫你去拍一些有意义的、有价值的东西。你觉得电视台会因为你的样貌而买我们的袋子？这个很难说。你也知道，很多人说呢，我长得像梁朝伟。别再说了，天都快黑了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走吧？知道怎么走就不用看地图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先扎好营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早点睡，做个青春梦，明天一早再去找路。这么消极？你什么消极啊？有什么好主意啊？你说，你说。也好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如果天黑还没扎好营，那就糟了。我同意，你说的对。喂，他说的跟我说的不是一样吗？他说的就有道理，我说的就没有道理。这个人怎么这么就双重标准呢？你真是。我这个人呢就是这样了，你不喜欢就算了。我怎么会不喜欢呢？喜欢，你说什么我都会喜欢呢。别说废话了，快找个好位置扎营吧，会害死人的，知道吗？谁害你了？又是我不对。去，如果不是你迟到，我们也不会来晚了。现在什么都找不到了。喂，你又冤枉我，又不是我来的最晚嘛，老是这样。那我没想到这种地方有烧烤炉，真可惜没有带来，只好到处捡树枝了。难道那些邪教徒喜欢烧烤啊？就算喜欢吃烧烤，也不用在这里起炉灶嘛。那你怎么解释呢？我想这里以前呢可能是郊野公园，但是自从呢那些末世圣岸的教徒来了以后呢，人们觉得这里很邪，所以呢就不敢再来了，这里就荒废了。听你这么说也挺有道理的。当然了，我一直都说祖儿是聪明的嘛，是女人之中的 XO， 对吧？别再油嘴滑舌的了，你快点帮我们扎好营吧，树枝交给我们吧，我们来做。 OK。哼，哎，那边还有树枝呢，再拿一点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们没看出我有什么不对吗？你们没觉得我不可能把账目搓在我的衣服里吧？你的名吗？你不是不见了吧？暂时的，如果公车的人捡到，或者我们打电话去问，那也会有50%拿回来啊。哎呀，有没有搞错？账本不见了，我们今晚睡在哪儿？我建议回去。回你的个头啊，账本都可以不见了，你气死我了。哎，算了，你去捡点树枝生火。哦。算了，已经不见了，就别吵了。喂，我好饿呀，我也不想把账目丢了，反正是不见了，那我已经道歉了，就算要罚也给我吃点东西吧。你做错事还这种态度啊，想吃东西。你看看连左儿也不帮你啊。你要明白，我不是说态度差，
你说我也要解释一下嘛，对不起啊。这还差不多。算了，查瑞，现在天气这么冷啊，不给他东西吃也怪难受的。你这个人啊，嘴硬心软，你说不喜欢他啊，鬼先嫌弃你呢。什么呀，我只是让他吃东西，你想到哪去了？不认就算了，看在祖儿的份上吃吧。谢谢。这么闷，不说些鬼故事吧？好啊。那不要吧，那半夜三更荒山野岭讲鬼故事的，别说这些好不好啊？不会吧，左儿没怕，你先怕，你这么胆小怎么做人家男朋友啊？左儿啊，我什么时候说我害怕？不是担心你们怕吗？你是不怕吗？那就说吧，说啊。你不怕就行了，你先说。我那还是 lady first， 你先说。好，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一个台湾的女歌手身上。话说她五六岁的时候呢，跟她的父母由台北到台南玩。她在农村那里呢认识了一个年纪跟她差不多的兄妹，她和这对兄妹呢玩的都很开心的。那后来呢，这对兄妹还说呢要和她一起回家，那她的父母当然拒绝了，但是就帮他们拍了照片留念。几年之后呢，这个女歌手呢把旧照片拿出来看，看那张旧照片的时候呢，她发现照片里的两个人完全没有印象。于是呢她就问妈妈，她妈妈一看到照片呢就大叫一声，哇、啊、你干什么这么大声叫？我帮祖儿配点效果，这也不行啊。你们知道她妈妈为什么大叫吗？因为他看到这张照片是他女儿小的时候和那两个兄妹照的，但是这两个兄妹呢竟然长大了变成二十几的成年人了。哇，这鬼故事真恐怖啊。这也算恐怖啊，让我说个最恐怖的给你听啊。别再说了，你说不说就不说，我去上完厕所再说。哎，快点回来啊。别理他了，他就是这样。其实呢，他女人也不错的，没什么嘛。不错，左啊，刚才呢我找到了好地方，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去那儿啊。真的？那哪还等什么，去看看吗？好啊好啊。Sorry 啊，男女有别，没你的份儿。左儿，我们走，来，走。不会吧，男女有别，那男人也要睡觉嘛，我怎么办？在外面吹风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如果放他进来非礼我，你怎么办？怎么会呢？你又不是他，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啊？你看他的样子傻乎乎的，一看就知道不是这种人了。人不可貌相，怎么你心疼了？哎，你又乱说了，我怕他着凉啊。你别不认了，喜欢他就认了吧。小龙啊，虽然长得不是很英俊，但是呢他很喜欢你，这种人做男朋友是一流的，你知道吗？哇哇，真冷啊，怎么忍到天亮啊？我这两个女人，这两个女人真是狠心，真是不行，做做运动暖暖身子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啊！不管你是人是鬼，不管是鬼还是人，总之我是路过的。如果你不给我面子搞我，我一定一我。
我一定一定道歉的，对不起。救命啊！怎么？啊！快快快！鬼鬼！哪儿啊？那边。什么呀？我什么都看不见啊！别找借口啊！喂，别找借口占便宜啊！对不起。你到底搞什么鬼啊？是啊，你搞什么鬼啊？我刚才看见有鬼飘过去啊！不会吧，这么恐怖？真的不是开玩笑啊，真的。我相信你，外面这么冷，你进来啊，睡一睡吧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你的头啊，编这些故事，目的啊就是想进来。不是，我。行了，不用再说了，让你进来睡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危言耸听，要不然把你赶出去。谢谢，千蕊姐，谢谢。早上起床，晴朗天气。哎，前面没冻死你吗？没死，谢谢。哎呀，我想去洗手间，你们在这等等。那要不要陪你去啊？陪你的头啊！骂了别人了？你被人骂也这么开心啊？那看被谁骂了。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人，就算自己骂也无所谓吧。说真的，你好像很喜欢祖儿啊。我何止喜欢呢，我简直是十分喜欢，超级喜欢，是非常的喜欢。那有什么令你这么喜欢他呢？他我也说不出来。废话，这什么呀，怎么说呢，我喜欢一个人不是他有什么条件呢，比如说他漂亮了，青春，难道他老是不漂亮了我就不爱他了吗？不是，喜欢一个人呢是喜欢他的全部，是不是？那看不出你平时傻乎乎的，说这些还挺有门路的。那还用说，虽然祖儿呢是很任性，他也爱发脾气，那说到底他是嘴硬心软，我觉得他呢是一个好女孩子，所以我才喜欢他的。走吧。喂，我刚才看见前面有个水池，如果你弄湿了裤子，我背你过去吧。到时候再说吧。喂，你老是这么害怕的样子啊？我真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们啊，那么怕也不行啊。不是不让你怕，但不要怕得太离谱啊，会引起公众恐慌。你以为我们一个叫公一个叫众啊，这里就我们三个人呢，怎么会引起公众恐慌呢？你别胡说了。你哎，算了，别再说了。好，我不跟这种跳楼货一般见识。我是跳楼货。我真的，那就好了，我都说了，只要有决心一定能找到。你什么时候说过？又赖了。别多想。我觉得没这么快到。你又在说什么呀？是不是又想吵架啊？是啊，我是以事论事嘛。这个世界哪有这么顺利的事情呢？说。你少说两句，当默哀。你又没死，为什么默哀呀？好，我们自己跟着地图走。你有本事，别跟着来啊。不跟就不跟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因为不怕你，所以要看着你。这，小心啊！我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要歇一会儿。你怎么样啊？你真没用啊，年轻的小伙子走几步路就不行了。算了，不是，我走了大半个钟头了，你说我走了几步路？真是走了，一定是撞鞋了。好鞋啊。是啊，我们走了有半个钟头了，你说末世圣案在附近，怎么不见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
地图说在附近，你们是不是一起怪我啊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按慢点，七二零，你不会告诉我，你其实不会看地图？有什么会不会的？我们在这里，末世圣案在这里，不就是在附近了吗？那这里和附近的距离相差多远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打得好，我只想问问，我们现在是不是迷路了？不会的，放心吧，我们最多花点时间，还不至于迷路吧？不是啊，我听你的语气是，你就别死撑了。撑你的头啊！跟我来，怎么办？那就跟着他吧，难道留在这儿啊？说的对，相信他吧，走。好。怎么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了？是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没事。没事就快点走吧，我们一到目的地呢就马上拍摄，然后呢第一时间往回跑，跟着就回去卖给电视台，收钱过肥年了。你怎么了？其实如果不认识路呢，就坦白的说出来嘛。虽然我平时嘴巴是臭，但是大家同坐一条船了，我不会笑你的，最多说你两句嘛。你真的不认识路啊？这地图都不对，我已经跟着地图走，不如我们放弃吧。放弃？不是吧，我们这么辛苦走到这里了，现在说放弃，放弃就没钱过肥年了。我说没有理由不放弃的，你们想想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去，又不知道地方在哪儿，再说到底有没有那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嘛，这样找下去天大地大很渺茫的，你看有可能会冻死啊。那没有理由我们来到这里就空手而回的，不如我们再坚持一会儿好不好？左儿啊，有时坚持不是不好，但也要看情况嘛。妈，你最喜欢投票决定了，现在二对一，很公平啊。既然你们决定要回去，那就回去吧，注定我们没钱过肥年了。算了，说不定呢一会儿我们回去的时候呢，在地上可能会捡到一些钱，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。走吧，走。你休息够了没有？够了就走吧，天就快黑了。走。走吧。我们不是走这边吗？我觉得应该走这边才对呀。喂，我们明明从那边来的。这下糟了。喂，你搞什么鬼啊？
你看。这还把伞真是恐怖啊。是啊，很恐怖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你忘记了。把伞不是你昨天说的烂了，所以就扔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你说这些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走了这么半天，又走回来了。大家冷静点，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地方生个火，暖暖身子，然后再想办法。我们带的食物都快没有了，你还拼命的吃，留点明天吧。我明天都回到市区了，肚子饿了一定要吃嘛，那怕什么呀？小龙说的对呀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回市区了。是啊，不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是，我们明天可以回市区，但是明天早晨也要吃东西啊。别怪我多嘴，问你一句，到底明天我们怎么走才能回到市区去啊？我们是从东面来的，往东面走，我想大概要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市区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你是不相信我了？我不是不相信您，只不过我也想顺顺利利的回去嘛，不想遇到什么任何麻烦的事情啊。干什么呀，这么生气干嘛？我只不过是紧张，我也想回市区啊。对不起啊。算了，大家心情都不好，我明白，我们快点吃东西早点休息吧。啊，我们是不是去昨天那里休息呢？是我和祖儿，自己找地方睡吧。不是吧，昨天晚上都和你们在一起了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我又没有骚扰你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，我怎么知道你今天晚上会不会受情打发？我当然不会了，一看就知道我是个正人君子嘛。如果你不相信呢，我最多发誓，如果我今天晚上有什么不轨行为呢，不得好死。你不用这么说吧，既然你这么咬牙齿的发誓，那好吧。不过今天晚上你真别乱来啊。你放心，你给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，你放心吧。不是吧？喂，你干什么？脸色这么难看的。我，刚才我想清楚再说，别再说看你什么鬼啊、鬼佬啊、鬼什么鬼什么的，再把我惹火，我一脚把你踢出去，知道吧？他还没说你就骂他，等他说完再说嘛。我说我有点伤风，可能是着凉。你扣好扣子，要不然啊很容易着凉的，要小心点。你怎么了？我都说有脏东西了。你看一看啊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没有了。
糟了，真的有鬼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小龙，小龙，你想想办法吧。我看这样吧，那我们轮流睡觉，留一个做看更，就算有什么鬼来也可以叫醒其他的人呢，对不对？这样比较安全。好，你先看守，我们先睡。睡得好吗？睡睡醒醒不是很好。哎，是他才会答应你啊，昨天晚上又怕又冷怎么能睡啊。是说真的，我昨天晚上睡到一半呢，就好像听到一些很怪的声音，好像有人在附近偷看我们似的。你还说呢，昨天晚上叫你看守着我们，你却睡着了，幸亏没事啊。喂，你别以为我睡了，你不知道了，我为什么昨天晚上我突然间好像觉得有东西压着我似的，我眼睛一闭上眼睛呢，跟着就睡着了，我支持了很久，我尽过力了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你真的？你也知道我不相信你了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这的确是事实啊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左儿，你没事吧？是，你怎么突然发呆了？你没事吧？是不是丢东西了？不是，我的背包好像被人搜过啊。是不是你啊？当然不是我了，你别怨我好不好啊？你会不会是自己弄错了啊？不会的，我包的东西很整齐的，但是我刚才打一看非常的乱，肯定被人翻过了东西。会不会你自己翻过了也给忘了？不会的，我可以肯定啊。都叫你看守啦，昨儿有没有丢东西啊？没有啊，但是有人翻过我的包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别再说了，我想这个人呢，他也许就在附近一直在监视我们，我们尽快离开这里吧，走。哎，别耽误时间，快走吧。还走？我想我们走了这么远，那个人不会追来了吧？希望是这样。喂，慢着啊！这什么地方啊？是啊，这什么地方？我们好像没来过这里啊。我也知道，我问你你又问我。我不知道吧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喂，是你带我们走的，我们一直跟着你呢。我我真的不知道啊。这样吧，把地图拿出来看看。地图在哪儿啊？
不是在你那儿吗？一直放在你那里的。我昨天借给你看了，你没给我。我你没有记错吧？我没有借过地图啊。我怎么会记错啊？你先找找，你找就说明有啊。但真的不在我这儿吗？我也肯定不在我这儿了。哎，别吵了，这个时候还要吵？没有地图不要紧的，有没有指南针呢？有。坏的。不可能的。哎，算了，别闹了。没地图不要紧的，没指南针也不要紧，什么都没有都不要紧。我们现在最重要是要保持冷静，再走一段路。只要找到切瑞留下的记号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出路的。走吧。怎么？你们还不走啊？不是想在这儿等死吧？什么？快点帮忙找记号啊！是啊，小龙，快点过来帮忙啊！不用找了。就算找到记号，我们也未必能够出去。为什么？你别乱说啊！你们想想，这个岛有多大？这个树林有多大？我们走了这么多天了，就算找到之前的入口，也应该可以走出这个树林了。但是现在还在这个树林里边，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敢说。你别说这些，吓唬人啊。我不是吓唬你们，我们真的遇上这种事了，要面对现实，好不好？你别再说了，好不好？小龙这次说的对啊，我没有理由走了这么久还走不出树林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会不会走不出去了？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们不赶快逃离这里呢，就注定要死。你呢？怎么，你也不喝？我没心情。没心情就不喝水了。我们走了这么多路啊，一口水都没喝，先喝点水吧。啊！
发什么神经啊？不关你的事。我们要走多久才能够走出这个树林呢？我受不了了，我想回家。你别这样了，发脾气也无补于事啊。又是你说的，要冷静点嘛，对不对？我还不够冷静，换了别人早就自杀死了，死两次呢。是啊，我没容易这么说的，我们一定很快就能找到出路的，很快就能回家的。别吵了，去生火吧，天都快黑了。又生火？要生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已经受够了，最恨是生火，平时我连煤气炉都不开。算了 ，sorry， 我去捡点干树枝，你们在这儿等我。放心吧，他只是发脾气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左儿，吃点棉花糖，顶顶饿吧。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吃棉花糖哪会饱啊？全怪你啊，把东西全吃光了。你别再说我了，我脾气不是很好的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。你说，你以为发脾气就行了？闭嘴啊！听见了吗？昨儿叫你闭嘴啊，我是叫你啊。你叫我闭嘴？你惯说别人，你没有反省过自己啊？你昨天晚上叫我们别把东西吃光，是因为你知道我们胃里能出去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是为大家好，如果说出来大家不是更加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那你就要撒谎啊，你这人就是这样，不肯认输又不肯认错，老是说别人。是也是我不好，有本事带我走啊。看着你又发脾气了。你别吵了好不好，没事就是好朋友，有事就有问题就各自走了，现在吵也没用啊，不如想想办法救救自己吧。对不起啊，是我不好。算了，对不起，我刚才语气也不太好。当然家里也不要婆婆妈妈的了，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呢找好出路。快睡觉吧，快点。嗯。笑什么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想起小时候很喜欢到郊外去玩，就算是郊野公园也好，总之能看见那花草树木，我就会觉得很刺激很开心。一定不够这么刺激啊。Sorry。算了，不用道歉。对了，我想这次是我一生中最刺激的一次。说真的，如果可以再选的话，我一定不会再来。对不起。不用道歉，与你无关。都是我不好，全怪我，是我要来的，你们只是陪着我来，但是
但是我没想到会这样。我也有不对，我也是要来的，你不能一个人背这个责任呢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你别这样啊，我也有不对啊。想过，如果我们真的不能够回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你现在还说这些话？我现在说什么了？我只是想大家面对现实。我们现在来了，不是一天半天了，是走了几天呢？还走不出去？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后果呢？是不是啊？现在也没有办法了，是出不去，那又怎么办呢？是，我承认我们不能做什么，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写下一些话留给我们的家里人。对了，如果有人真的发现我们，我们家里人也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很想念妈咪。别这样了。好，我们面对现实。把那部摄录机拿出来。小龙说的对，我们要面对现实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拍下自己的遗言给家里听。你先说。真没想到，这么年轻就要留遗言。爸爸妈妈，如果找到我的尸体土葬，我怕火。还有爸爸，你染了白头发才来送我，再来送我，别人说你白头人送黑头人。还有，妈妈，你不要老打牌，会输死你的。我舍不得你们。
我还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们，我在床底下藏了20000多块钱，你拿去用吧，七出八扣也剩不了多少，买件衣服，买衣服送给我，你们的保重，不要为我伤心，要保重，保重。到我了。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懂事，太贪玩了。如果听你们的话不来，就不会弄成这样。我现在想回家都回不了。我想念你们，我这次可能去很远的地方吧，不会再回来了。你们自己保重，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我不说啊，我们肯定会死吗？啊，干嘛要说遗言呢、啊？说什么你呀、啊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呀、啊？冷静啊，冷静点吧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控制不了自己了。别这样，我们还没有绝望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再去找出路，我们坐一会儿好吗？好吧。我要去码头，有消息call我。不行，要我在家里等消息，这怎么也不行啊！我虽然胆子小，但左儿是我的朋友，我一定要去找他。我现在就来啊！那里可能很危险的。我是左儿的大哥，我有责任去找他。如果你去有什么意外，我怎么交代？你不用劝我了，三妮哥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一会儿见啊。
小龙啊，起来啊，别再睡了。小龙，什么事啊？差人，差人不见了。不会吧？他会不会被人抓走了啊？会不会啊？啊，回答我啊！你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们走得这么快，又走得这么远，没理由会被人跟踪的。我刚才发现，我们走来走去都在这附近啊，可能这里最陌生的地方啊，没人知道的。说不定我们真的在末世圣爱附近。慢着 ，Cherry 他会不会找到出路，已经走了呢？会不会他自己走了呢？当然不会啦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，神经病？我知道，但是不可以排除有这个可能性吗？他自己真的走了？当然不会了，你看看他的背包还在呢。嗯，是啊。是啊，你别这个样子，你别吓唬我好不好啊？啊 ？OK。我们大家要冷静，冷静。没事，是风大吗？我好怕啊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我们不如收拾东西去找 Cherry 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分头找吧，我去那边，你去那边。Cherry， 你在哪儿？出来啊，出来啊，出来啊，凯瑞，小龙他没眼光，不会欣赏你，你还想着他干什么？我们就不一样，我们是末世圣爱的人，很欣赏你，真的。其实我和小龙不是一样的。
祖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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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，但是这个时候也轮不到我们担心了，我们不如冷静下来，想办法离开这里，那不是更好吗？那陈宇怎么办？我们不理他了吗？啊？我们不是不理他，我们只不过是……不行啊，不行啊，我不能容下陈宇的。你不要这样了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要这样，冷静点，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吧，啊？冷静的，你不要这样嘛，你这么激动也于事无补啊。我们三个一起来的，我们怎么可以两个人走呢？况且现在也未必能走出去，为什么不先找陈瑞呢？你明白吗？你根本就找不到是吗？但是不是又怎么能知道呢？起码我找过啊，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们一起去找切瑞。答应我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冷静。
和小心点。走吧。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这怎么行啊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我们怎么办才好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你刚才看见什么了？这么害怕？我看见你呀、啊，祖儿，你说什么呀？我问你为什么要跑啊？是你，我是看见你啊。你看见我？你说什么呀？我明白了，因为我也看见你了。你们要成为实验品，但是你们走运。我们每星期只会有三个人做实验，这个星期已经够了，所以我们首领决定这次放你们走。但是要记住，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，还有不要再来这里，下次没准走运。没事吧？啊！没事吧？我头很疼。我也是，我头疼很厉害啊，很疼啊。小龙啊，你看，这不是我们来的入口吗？我们可以出去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终于出来了，电话也收到了。差爷呢？差爷呢？他在哪儿？他会不会有事啊？他在哪儿？别想这么多了，我们快点报警，等警察来了再做打算吧。喂，报案中心，我姓刘，我们三个人到荒岛旅行。到荒岛旅行迷了路，已经好几天了，麻烦你派人来救我们。哪儿我不知道，是个荒岛我不知道啊，有树有草
就这些，我不知道啊。总之在荒岛，我们坐船来的，我不知道啊。你快来救我们！啊，我等你，谢谢。他们说现在派拯救队来救我们，我们再忍耐一下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算了结了这件事，你觉得这样就算了吗？嗯，你还担心 Cherry？ 你不是这么快就忘记了吧？他是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的好朋友啊！我不是不关心他，你明白吗？问题是，我们担心也没有用啊。况且现在警方也派人到处去找他，这个岛有多大？他会没事的。一定可以找到他的，希望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最重要是养好身体，等警察找到了 Cherry 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以最佳的状态去见他和照顾他，他一定很需要照顾的。嗯，你又怎么了？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件事，他们不是说每个星期只会找三个人做实验吗？现在因为找够人了，所以放了我们。是啊，那怎么样？那就是说有两个人做了我们的替死鬼，那再加上 Cherry。 你又来了，都叫你别胡思乱想了吗？我不是胡思乱想，这是事实啊。除了 Cherry 之外还有两个，那两个是谁啊？我很怕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你知道吗？你明白吗？你明不明白？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，你先听我说好不好啊？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根本不能够解释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我们根本最好不要去想，越想就越担心，就越烦。听我的话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养好身体，等我们完全康复之后，我们再去研究这几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在家哭了很多次了都没有扶我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不会的，无缘无故怎么会有事呢？你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如果我哥哥出了什么事的话，我宁愿出事的那个是我。啊，我刚说完你现在又来了。
是什么？什么事？你看什么呀？是什么？什么呀？你告诉我。是你大哥的。拿来给我看看。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干什么？好，你说。原来你大哥到荒岛去找我们，他和阿西一起去的。那就是说，你别这样，他们不一定会有事。